奔跑吧发布会生图，蔡徐坤身材比例吸睛， baby 少女感爆棚。6月11日，奔跑吧在广西桂林举行了新一季发布，郑恺、 Angelababy、 李晨、蔡徐坤、沙溢、郭麒麟等六位成员现身。发布会现场的气氛与当地的气温一样火热，兄弟团成员也是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。发布会现场，兄弟团成员分别与当地的阿哥阿妹们进行了对山歌挑战，李晨、郑恺、沙溢接歌失败，接受了模仿刚刚民族舞里的标志性动作的惩罚。在发布会最后，兄弟团成员还手工制作广西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团扇，兄弟团成员们将自己对于美好的生活理解全部反映在纸上，极其的有创意。在今天发布会，少女 Angelababy 与蔡徐坤的高颜值可是一大看点，蔡徐坤的状态也是相当不错，与 Baby 同框，二人的身材比例简直太绝了，两姐弟生图状态很是完美。作为跑男的颜值担当，蔡徐坤即便是在生图状态下，也依旧能够保持这让人嫉妒的颜值。